来，下车，赶紧。姐为爱而唱，与你相逢。2017今天晚上的节目即将稍后开始，请您紧束就座，也请您提醒您关闭您手机，关照静音。也请我们在洗手间的朋友们尽快进入我们的会场。
请给我五万的人间叫声好吗？
哇塞，好多人啊！
不行，我们要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G-Force 大贺兄弟。师弟，那我们也每个人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好，我是乔治。好，我是立恒。立恒，我是白帅帅。樊奇，你们好。哇，今天很恭喜我们的师兄杰哥，可以办成这么盛大。对，然后很多忠实粉丝来到杰哥这个演唱会。而且真的，我必须得讲，好像是大贺。就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舞台，真的太盛大又气派了，让我们真的很开心，就是为杰哥站台。对，没错。没错，刚刚挥手的时候那个感觉，我整个鸡皮疙瘩哎。但是我现在想要听热情的，真的，就是偷偷借师兄的力，然后听一下这么多人的声音，感受这个舞台。好，那我们说恭喜杰哥演唱会非常成功，然后你们大叫一声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恭喜杰哥演唱会非常成功！的声音有那个师兄，我已经有先帮你暖场了，大家嗓都开了，这样子，对对对对，对对对。那相信你们等一下会叫得更大声，对不对？只能比这个大，不能比这个小。对，当然啦、啊，为了要听到，其实我们刚刚听杰哥的演唱还不够过瘾，对。所以为了赶快要听到一些经典名曲，我们赶快再接下来我们第二首歌好了。好，第二首歌叫《One More Time》，心跳就要跳出来。你想走遍世界，到处去闯，跟着你。湛蓝的天空，你是我的风，想要带你到外太空，遇见你，明白了什么？平行的宇宙，为了爱交错 ，Baby one more time。心跳就要跳出来，你想走遍世界，等你疯，陪你疯，等待你飞翔，飞往彩虹的地。你想走遍世界，到处去闯，跟着你疯，陪你疯。爱着你，想着你。
是藏在的海港一边，是骗过去的日子。
点歌吼，我永远拢记一句话，啊，咱的李三妹妹，今日到底在卡，好吗？啊，大家咱到了，就是点歌甲我讲，讲阿姐，你真正足好呾，敢来婚礼办这个售票的演唱会，啊，足侪观众是文化沙漠，我听着吼，感觉足不服气。我感觉咱婚礼人吼，足有水准，啊，足热情的，吼，啊，足亲切的，啊，咱大部分是舞娘。所以，感谢，感谢。啊，婚礼真正足热情啦！啊，我即届来个婚礼，是有一个中官，因为我安尼看袂到台下每一个人吼，啊，所以我嘛毋知要安怎介绍，啊，无介绍着，则麻烦大家多多抱歉吼。我感觉每一位好朋友呢，啊，今日会当给我这个机会。啊，跟我同齐来做爱心。啊，我这张来关怀咱华山基金的老人家。那尤其是咱婚礼一代老人家最多，啊，差不多有1400。那华山基金啊，每年年底都啊干起灯啊，哦啊，我感觉我是心里就的微薄的力量。啊，大家跟我同齐来做爱心。啊，同齐买票来看我这部。那英语捐给大家，我伫咧遮。以十二万分的效益来感谢大家。继续呢，我来介绍这首歌吼，是我伫咧2008年，我这首歌伫咧中国大陆，来电彩铃蝉联好几个月的冠军。听讲中国移动这个记录吼，到目前为止，没有人可以破这个记录。这首歌，这条歌有两个版本，啊，一个版本就是我师姐蔡秋红所演唱的《雨水我独立》，另外一个国语版本就是咧大陆足红的，即摆去个大陆，大家唱给大家听，大家拢知影，叫做《在心里从此有》。Thank you.
拄仔咧叫你的名，结果你也袂。
山头找你的影，看你笑眼睛，轻轻地来看，看到你心底。
你真正有够够啊！人咧办咧演唱会吼，毋是伫台北，
台中，无就是高雄、台南。台南。云林。是啊。这个所在你敢来？我小姐吹啊！真正强大呢，啊，这功劳有功劳。功劳有功劳。你看，你台顶，我会唱。谢谢。不，是我会跳。我都无菜咧，直接安尼来，我感觉已经有够到啊！是是是。阿姐为着吼，咱这个演唱会吼，满满的爱要来帮助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呢，他这样子的举动呢，让我很感动。所以呢，一定要来支持他。我跟他唱过几个特别来宾的演唱会，我先甲大家报个，第一个林俊杰。哇，天虹咧！真正小巨蛋。这个很像。一多出多，两多出多，不能不行。第二个就是翁立友，哇，高雄巨蛋，是哇，高雄巨蛋，啊，你看一下，冯伟先生，谢谢哦，谢谢哦，我准备给你，哎，你侬，我那不是个卖皮膏药，听闻开这国语，国语也真好，对，啊，国语的吼，就是爱唱抒情吧，哦哟，嘿，波比，波比，波比。唱这条了，叫时常的尾牙，它是用什么什么款的迄个？泌尿科。有高点是泌尿科。啊，另外一间呢？这抒情的呢。好啦，你看我。好啦。好啦。好，谢谢。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，所以呢。拍摄我是俊雄，希望你当见外，这是小插曲，希望你来当干。好，安尼呢，收落去咧，就是要来唱这条波比哦。好，我靠，我好波比哦。好了，谢谢。
期待再次再相逢。